来点下午茶。看什么看？干嘛？怎么你也要吃啊？凭什么给你吃啊？啊，行，我帮你看看啊。哎呀，瘦了，恭喜你啊，减肥很成功啊，不错不错。啊，聊完了，帮你看过了，你确实瘦了，不用再量了，都量完了。还找我干嘛呀？怎么了？我量体重啊，让我量体重，我才不量体重呢，我现在都胖成。好了，我不吃了，都给你吃。